先放这儿吧，要没地儿。那个，因为说相声，我家里开了小铺，什么都有，吃喝穿戴。那天有谁开幕式送那花环，是手捧花，哦，好，里边都炸鸡腿儿啊。哎呦，这要不知道，那是知道能不知道吗？哈，他上上门，侯震他们就给吃了，哎，很开心啊。咱们去寻找这位好心人，嗯嗯。那个刚才是高峰高老师，是栾云平啊，高栾嘛，一个是我师弟，一个是我徒弟，嗯，啊，俩人不错，咱们下去休息休息，是看不见是吧？啊，我白挡那儿了，嗯，现在还看得见吗？哎，嗯，拿这个，坏人，谁呀？我们在一块儿那么些年了，嗯，这人特别的好。嗯，不争名，不夺利，不贪财，不好色，就好人嘛。真的啊，这个玩心大，喜欢玩。好家伙，各种动物都不放过啊！这什么话？什么叫都不放过呀？就是养那些小动物啊，啊，都养，小猫、小狗，是猪啊、野鸡啊什么的，啊，哼，他也下得去手。你就干嘛就到野鸡那儿这么咬言杂字的？替您开心呐。嗯，邀请您上我那玩去，嗯，朋友啊，挺好的啊。嗯，但是于老师有一个小建议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您别客气，有什么建议您就说。真的啊，嗯，我觉得您再怎么好玩，您也是范围小了一些。怎么叫范围小呢？首先说从他的兴趣来讲啊，啊，养动物，对，玩虫子，嗯，啊。扇子，嗯，扇子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文玩嘛。鸟笼子是，就这些东西，你再怎么说，嗯，它也是北京的东西，啊，就是这些北京的文化遗留下来的。天津也玩，上海也玩，但是，嗯，北京是根儿，那是，八旗子弟过去留下来的，皇上背了玩的，玩什么东西要玩到极致，嗯，玩这葫芦，嗯，这葫芦想出一什么东西，哦，做一模子，对，开出50亩地去。啊，套上模子长，嗯，这一夏天这一季收下来可能就落仨葫芦，这是行家，值吗？值，值，这就是玩儿，对，稍微歪一点踹碎了不要，就废了。50亩地落仨葫芦，值，嗯，花多少钱愿意，嗯，这叫玩儿，对，这就玩儿。出了北京没有这么玩的，出了北京少，但是啊，嗯，我老建议您应该出去走一走。我出去转啊！您不能就说老围着北京，当然是，外边也有，但是您老觉着北京是出处，啊，广阔天地应该开开眼界。哦，您说让我往远了走走，您瞧见我了吗？怎么了？我这些年，嗯，首先说您知道我是个搞文学的，啊，你就别提这文学，别提搞文学的了，嗯，啊，那个出去才知道啊。原来就觉得就家门口好，但是往外一走才知道，嗯，天下之大无奇不有。哦，我给您举一个例子啊，您说，比如说您在北京大兴种葫芦，啊，你想过没有？如果说你上澳大利亚去种葫芦去，那葫芦结完它就不一样。啊，那有什么不一样的呀？土地肥沃，啊，它的那个气候，长出来的东西跟咱们这儿不一样。哦，有水土的关系。您说。您玩野鸡，大家，啊，说点别的不行吗？啊，是是，啊，就是您玩那小鸡儿，对吗？啊，您玩腻了是吧？啊，您可没想到，嗯，你要上日本玩一回呢。这我是想到了，啊，贵啊，玩还在50亩地出仨葫芦，你都认头？哦。整个日本国还出不来一个你爱的鸡吗？不是，您这怎么听着不像好话？您真劝我呢吗？这人呢，脏心烂肺啊！我这个话没错啊！啊，写成文字，送到哪个衙门口去备案去都没错。想歪了是你心脏。哦，这真走出去玩一玩看一看？那当然了呀！那我上哪儿啊？外边好，哪儿都行 啊！跟我说，怎么着？对吗？先找三大帝国送您出去。怎么叫三大帝国呀？越南、泰国、柬埔寨。哎呀，这叫三大帝国呀！送您上那看看去。啊，这我跟您说啊，您现在您是趁点钱，您分跟谁比？
您跟说相声比于谦了不得了。没有，咱真见过有那说相声的是吧、啊？一年就演六天，哦，打初一到初六，哦，节去。哎，有的是场店，有的是龙潭湖庙会，那可不呗啊！平时谁让他演、啊哦？有屋顶的地儿谁让他演呢？是不是？哦、一定得见天日啊！嚯、哦，一年演六天，一天给100，不止不少，六百。嗯，庙会上再偷点羊肉串，拾、哎、点拾点瓶子，也落1000块钱。哦，您跟他们比，您是很厉害。是是，但是您真一出去，您才发现，您趁这点钱呢，嗯，不算什么，九牛一毛。哎呀，真不算什么。不是，我就够吃够喝的。九牛之一毛，万鸡之一鱼。别提这鸡了，多难说，万鸡之一鱼。嗯，也就是我听得懂。那错不了，一万只鸡，一只毛。对，行了，别提这个，知道吗？嗯，我是哪儿都去。哦。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我也是有时外边演出啊。嗯。之后呢，他惦着家里这些个小动物就回来了。嗯。我也好交个朋友。哦。什么洛杉矶呀、啊，是吧？还是鸡呀、啊？这个。不是，到法国。法国也去。哎，都得去啊，法国，反正哪儿都去。嗯。澳洲也总去，有时候也谈个生意，给人家。哦，还做买卖。就是又不为挣钱。那您就是。我对钱没有概念，真的。不是，怎么叫对钱没有概念？钱也是。有的时候就是看着就高兴，给人帮忙，哦，这事成了，挣钱是你们事啊，啊，发财都是我在边上看着我就乐，乐高兴，不为挣钱，哎呀，给人帮忙，钱财乃身外之物，那您还是有钱才能不为挣钱，有钱没钱搁一边，玩心大，您也好玩，嗨，但玩的跟您不一样，啊，您净玩动物了，对吧？我这就不像好话，您净玩小宠物呢，啊，我净玩人了，哎，嚯，是吧？哎，这学不了，同喜同喜，这谁跟你客气啊？怎么了？怎么？我玩的都是人际关系，哦，人情学，人与人之间的这些东西。哦，哎呀，这愁的不行，打算干嘛？我打算怎么怎么样？没辙了，冲我说，我给你帮忙。您这是好啊，您这是。助人为乐，心眼好、哎，不能这么说啊！啊，不求回报，那太好了。那您这回给我出出主意就行，您不用再怎么周济我。您就我您刚才说我眼界窄，坐井观天了。您给我指指道，您这看见了吗？善良啊，善良，我就爱跟这样人交朋友啊！真的、啊、不是我这确实是啊，我这啊、哎，您这见多识广，我也不谈不到见多，就是接触人多。你包括这回，我前两天刚从澳洲回来，澳洲，澳大利亚。啊！世界有五大洲：亚西亚洲、欧罗巴洲、南美北的加州、澳大利亚州、亚非利亚州、澳大利亚州，一个都没听明白。啊，这就是老在圈里边待着呀。不是，什么叫在圈里待着？闭塞啊，是有点闭塞。闭塞了啊！哎啊，世界这些个，澳大利亚州叫澳洲，澳洲是这我知道。现在又有这个直飞了啊，由打北京半夜飞到那儿的时间下午，哎。就到了，有什么9个钟头、10个钟头，哎呦，10来个钟头，哎，很紧，不叫上飞机睡觉，哦，上飞机，把空姐叫过来，铺好了呗，来，睡觉。什么？等会儿，我愿意去。你还到那儿就飞回来吧？你这废话，这不下飞机歇歇吗？你还给人帮忙吗？帮忙，给空姐先帮忙。哎，这嗨，不是你怎么着去澳洲？就上飞机，上空姐来，铺床。哦，弄被子是还是躺好了睡觉，一睁眼到了，哦，到澳洲了。到澳洲有时候到悉尼他们叫雪梨啊，啊，雪梨，哎，有时候到墨尔本，有时候阿德莱德，哦，有时候珀斯，哎，啊，反正几个地儿我老去。这是城市吗？哎，对，我最爱是墨尔本好，说白了大猫本，啊，就都叫猫本啊，哎，还行啊。不是，我也是微博上看的，看过啊，就看这词儿。哦，看哦，我是总去那儿啊。这些日子不也是跟那儿吗？您在那儿干嘛呀？嗨，我最近去是给人帮忙去，又给人帮忙去了，净这个事儿一天到晚的。什么事儿让您帮忙吧？嗨，当初有这么一个老华侨吧，啊，也是咱们这儿人，嗯，哎，年轻那晚呢，就是上澳大利亚做生意，哦，哎，这墨尔本呢叫新金山。他跟那旧金山是对着的。新金山，他出金子。新金山。对，这老头年轻的时候就是知道那儿出金子了，哦，扛上铁锹打架就一直就走到那儿去了，嗯。这老头也够梗的。那是啊，扛上铁锹走过去的。是走了半截不就上船了嘛，然后跟船去的。
哦，哎，走到海边，走到海边，啊，到那儿就一辈子跟那儿。现在好家伙，这老头还了得？怎么个了不得？我老说，我说你首富啊，首富。他那会儿不，其实咱分析，人家是不愿意说，不愿意说有多少钱，得趁点什么。墨尔本啊，就是那个山坡上，一个山坡上六七套房子，每套房子1-2万平米，这算一套房子。1-2万平米，一个山头上5-6家，一个山头上5-6家，前花园、后花园、球场、什么游泳池，这都得有。这么算是一套，哦，就这样的山头，老头趁700多个。澳大利亚有那么些山头？澳大利亚，记住了啊，澳大利亚那地儿，整个澳大利亚的地儿，嗯，跟中国几乎一边大啊，国土面积，整个澳大利亚的人数相当于北京这么些人。那就是当地买房，没有说呀，我们家3000平米、800平米，人没有。那你们买房多大？嗯，我那个院墙啊，开车2小时。不，院墙开车就2小时。2小时。所以说我老说这老头，我说你准是啊，准是有大钱的人啊。这不用您说了，不承认啊，不承认啊。啊，对吧？海边黄金海岸啊，好几块都切下来是他的。你这玩意儿，他给人分了。就是有时候咱上那旅游去，跟着海边趟趟水吧，是吧？啊，趟水，趟到这儿，嗯，有块牌子写着"前方不许趟浪了"。哎，这还是北京去的老头儿哈。不是，我给你翻译，因为要说澳大利亚的那个大雨啊，你不懂。大雨啊，是那个韩国的，那是不是亚语啊？什么？澳大利亚语。澳，人就说英语。是很。哎，怕你不懂啊，就大牌子，前方不许趟浪了。这里是王大爷的地儿。哎呀呵，哎，就说老头姓王，跟王大爷，哦，咱们就得穿上鞋，啊，绕，就这一绕，先打车，啊，打车3钟头，绕过去，绕，哎，脱鞋，这海滩，脱袜子，这牌子，嗯，这里可以趟浪了。哎呵，这里不是王大爷的地儿了。哎，对，一看换河北人了吗？哎，借里了吗？借里就这么趟，就净有这。他走了又来了 啊，借里又不可以趟浪了。哦，你瞧瞧，你就知道多趁钱呐。不是，他地方太大了，这不叫事儿。家里那大钻戒，好家伙，这么大大钻戒，单有一个屋，这一屋里边都码着饭盒，一饭盒一饭盒的钻戒。你直接码钻戒不好吗？你干嘛码饭盒，啊？他是拿饭盒当计量单位。你们还这几克拉，几克拉，人家几饭盒。我们净吃饭的时候，你多大饭量？我吃三饭盒。三饭盒啊！你这个6天庙会不够吃的。不是，他们拿这量钻石，拿着一饭盒钻石啊，咱大概齐是多少？这不是码尖的就码尖的，码多码无所谓，少多点少点没关系。这一盒一盒都码一屋子，知道吗？哎呦，趁钱。钻石，咱看都瘆得，每回我都是啊，上那儿去，我跟老头啊，完事请我吃饭，他请您吃饭，请我吃饭，那您真是好交。俩大沙发对脸坐着，嘿，上面铺着白颜色北极熊的皮，我的妈呀！我们俩这得吃，对脸坐着，嗯，一人一饭盒啊，啊，俩坐山雕嘛，这不是？北极熊皮是坐着拿饭盒吃饭，吃完之后呢，啊，拿着饭盒接点开水，喝了喝了。喝汤，喝沏点汤。知道知道知道。嗯嗯，沏点汤。这，就爱这王大爷。啊，这好，他趁钱，他趁钱。其实不是，您给他帮忙，他肯定也跟您是朋友。嗨，要不说一说这个，其实我这个，这不是死。怎么了？死了？王大爷，你没事别上微博啊。不是怎么了？不是您哭什么呀？有什么事儿啊？哎，这么个好人啊。没了，哎呦，还真让我说中，真没了。以后我在家趟浪水，那就没人管了。你我不是饭盒七趟没有这待遇，难受。死说死就，哎，不是您，他不是请您去呢，干嘛呀？是怎么了？活的时候老去跟他玩，这回再去，家里那几个姑娘啊，老头90了。哦，那是高手。还有几个4个闺女，啊，都60-70，那可不嘛。这几个姑奶奶哭了都不行了。那是亲的热的呀。说死之前就念叨你，说就想你，就想你，你也没来。哎呦，就后悔，我跟你说。不
不是，那你是去，你不是不去了吗？就这回没赶上吗？这不就是没赶上最后一面啊？没瞧见呢。哎呦，我这心里我跟你说，可不是滋味啊。这个怎么着？老头儿干嘛去了？你有个遗愿就是啊，就是说死在澳大利亚，但很希望自个儿的丧事能够像在老北京一样发送自己。哦，他要办一办北京的这个白事。你想九十来岁了吗？啊，他可能是一九三几年，哪年我忘了。嗯，属狗的老头啊。哦，今年九十多岁。嗯，哎，就说死了，但是要落叶归根，但是死尸没法运回来。那是，就跟当地说给他按老的操持操持吧。完事说好热闹，好听个戏，好听个相声。老话说有钱难买零钱掉。是是是。姑奶奶说你要能回北京啊，给他叫点那个戏班的呀，说相声来吊孝来。老头九泉之下也赶紧。干嘛？你趁这么些钱，你还他就来不了北京，这尸首运不回来没关系，请几堂过去给咱唱着，是说说怕什么？但你这事怎么跟人张嘴？说走，咱们商演去，咱好说话。说那谁谁这结婚了，好，这请人吊孝，这您糊涂啊？什么怎么说都没关系呀？你这个给了，这有这个这管什么活呢？我们是演出去，我们又不是吊孝去，对吗？我都给钱就完了嘛。您有时间吗？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您先说什么事儿？不是，就是，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老爷子，这个九十多岁，这个老喜丧这个事儿啊。甭说死一个，嗯，一年一天死一个，我都有时间。这事儿我刚才没看上您，这个给了，怎么了？您这是？哦。就您能去啊？我废话，我养的动物凭什么养啊？凭哪儿买的呀？我糊涂。哥哥您真是太可爱了。就是我是帮人料理这个事儿啊。哦，您帮人料理这个料理，我因为这个关系。说什么呀？四个姑奶奶说你受累吧，你我们也不认识北京那帮说相声。您说我、啊、您怎么您不认识我？不是，你也知道我在说相声界这个人缘，您也是知道的是吧？他们对吧？没事儿，有我都给您约。那没事儿，因为真没办法，你北京说相声，你我跟他们说老喜桑他不去，我要说老喜桑拿他们行。哎嗨，老喜桑拿不成，老喜桑拿谁给钱呢？是是是，这就说这意思啊。啊，您要是能去，那我先谢谢您。您别客气，您别客气，我们应该做的。那个就是怎么大岁数人不是？再得说前边啊，你怎么去法儿？就说是肯定是啊，就人家有那个私人飞机过来接。是啊。啊，私人飞机过来接，就私人飞机过来接，然后多大挑就什么都不管，就到您家门口给您哗都装上就走了，飞过去就行了啊。完事主要是就是那个费用这块是怎么说？您瞧，您这谈钱就远了啊，谈钱远了，人这九十了，老喜丧，咱这刚不，您别啊啊，就说到前面，因为该怎么说怎么说，别到那儿回来不乐意也是事。就比如说按照您的心理价位，您就说一天，您到那儿一天。比如您去十天多少钱？五天多少钱？您说一天，您说一个数，我们好给您算这。我还是心里啊，不就您不就就两您看着看，您看着不我看着看，我给说少了。老头又不是没钱，他也不在乎这钱。您看着不是老头没了，问题是我又给人组这事儿，要外人别的说相声的，一般的不卖钱的说相声，我真好意思说啊你去不去？一天给你$50,000，对不对？我跟他们我可以这样说，对不对？一天$50啊，我们相声就不卖钱。我们就不卖钱，您看，您说这$50,000，我们就觉得很高了，就不错了，是不是？当然，您要觉得我们是那个卖钱的，您加点你就去。嚯，那您看着开，没跟人说您看着开。要是一天10万，行，行，行，这个。咱们愿意过去给人办这事儿，这是积德行善，不为钱的事儿。可行啊？行行行，你别到那儿翻脸，10万少，我可没法应啊！我谁？您别翻脸就行。我翻什么脸？我这是不是您真的假的？不真的，咱们说实拍卖，到那天那飞机可得来。哎，那不用说，但是人家我其实挺为难，因为人姑奶奶说了，说你大老远打北京接一帮说相声来是吧？反正最少得待100天。我。是吧？你说每10天呢，就再给加10万，每10天加10万，我不敢说，你真说少了，对不起人家哥们兄。100天，每天再给加10万，对，待够10天，待够10天加10万，加10万，待10天加10万，最少待100天得。您跟姑奶奶说啊啊，我们不回来了，好吗？
他能待多长时间我们就待多长时间，那是您的事，反正你不能低于一百天，我没法交代。您放心，真的，我人给钱真行啊。您放心吧，但是我有好些丑话得真是得说前面，我这人其实脸皮薄，真的应该说说没关系，就是这是朋友，虽然说是在澳大利亚啊，但是人家是尊老理儿，按照老北京这个办白事，这个老北京理儿咱懂啊，您让他说咱守规矩，就是人家出来进去的，反正人都讲究穿个孝，是咱们现在新式新办不让穿孝，澳大利亚谁管呢，人家都穿着孝，还得扎个什么白的那个孝带子什么的。这个我就是，您要是去的话，不是啊，穿孝可以啊，穿孝是家里人穿啊，我们演出去，我们穿根孝，家里弄一孝带子，哎，不老好看。是，我也说不老好看的，但是人家姑奶奶说，反正是那个意思吧，啊，你就来小白带儿，这么一拴啊，表示表示，谁要拴的话，就是给谁一条，给谁一条黄瓜呀。金子，黄金，一条黄金，一条黄金，扎这么一根孝带子，一条黄金。您跟他说啊，我们不是为钱啊，这个怎么着也得表示表示，不是？啊，人家出这么大事儿，啊，咱们去了，不管是娱乐，不管是什么，给老头办这事儿，对不对？咱们表示表示，您扎不扎吧？扎，您要扎我做主了。怎么着？两条，这我冲您说了啊，冲您说了啊。可是这可不是说多大的呀，那个就五两一条。五两一条算小的呀？就是一斤呐，一斤黄金，谁要扎这个？哎，扎吗？啊，扎两条，让他们给您撕一点，表示这孝带子呀。啊，孝带子，您跟他说 啊，稍微撕宽着点。我给孩子改个小被子什么回来，我啊，这别浪费。你都趁了黄金了，你还在乎这个啊？浪费嘛！哎，要是系上这个了啊，鞋上边是不是得绷上点了？绷什么？绷个白面儿。这啊，这就单说了啊，这鞋咱可不能绷。哎，不是这来回来去走道，满世界全是白点儿，你这多难看。不是光绷这白面，还怎么着？还有红后跟儿。这还是近人啊，这是 啊，那可不成。怎么了？这凭什么我去给扎一红后跟还绷上鞋面？这太难看了。我们是演员，绷不绷？要绷呢，五条金子，而且一只，两只是十个，绷。好，我又给我一枪呢。您跟他说啊。不是为钱啊，不是为钱，崩了啊，崩了啊！这事儿，这要是崩的话，我觉得啊，袍子是不是也可以穿上点？什么袍子？就那个白色的那个素素尖尖挺俏皮的小白袍。孝袍子呀，啊，还啊呢？这不像话了！怎么不像话？哪儿啊？我们这人家办白事，我们穿一孝袍子跟人满世界晃悠，哪儿？你可别让我问住了。你问啊！你们这有时候也跟着唱戏，对不对？啊，演电视剧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演电影，对不对？演啊！我亲眼得见电影里边好，你们披麻戴孝的呀，有没有啊？您不懂，我怎么不懂了？您这是外行啊！我们演个什么电视剧、电影啊，就包括舞台上啊，我们只要穿一个孝袍子啊，我们那叫有彩钱。什么叫彩钱呢？演完出人给个十块八块的，给个红包啊，给个红包叫彩钱，充个喜儿。哦，穿不穿吧？要穿呢，一饭盒。坐沙发上能吃的那个吗？那俩算文物了，知道我们俩喝汤的那个啊，一饭盒钻石。未必答应你，别看我跟你说，这人呐，他耿直，你不愿意啊。其实吧，人家都穿孝啊，咱要穿花花哨哨的到那儿去，倒让人笑话。给个衣服穿上点就完了。你都感动我了，是不是？您说，要是袍子穿了啊，那个帽子是不是也戴上点？戴什么帽子呀？那白帽子呀，孝帽子呀。对，上面还有这么十多个球。我。十多个球啊！您等会儿我算算。好的啊，一个球是孙子辈儿的，
俩球是重孙子辈儿，仨球按咱们土话叫耷拉孙儿、低拉孙儿。他我孙墨子了，我这是，您拿我当黄天霸那么办了？这个一脑袋球多精神，那不行啊！一抖楞哆啦哆嗦的，不行，没辈儿了，这不成，没辈儿了，没辈儿了呀！啊，两饭盒。其实我觉得啊，真的，两饭盒哈。其实我觉得这都扮上了，不戴帽子，头齐脚不齐的更难看。戴上点是一身。你也就是这么一说啊，你穿上未必好看。我告诉你，我还告诉您啊，演员他要有貌相，有衣服架子，穿上什么让人看着都得漂亮。嘿，舞台上展示的就是这东西。您要这么说，我们能不能看您穿上参观一下？咱又不是没干过这事儿，没东西。你现在先不用试。哎，这句话可问到我心腹里边了啊！那个秘书，秘书，快来拿医生帽子来呀！快来，哎，不是您这还带着随身带着这东西，错不了。你看漂白的，你看了吗？啊？不，啊，还是漂白的呀，多好！来，来，于老师，看看合适不合适啊？不是，这就，倒是挺俏皮的。嗯，我也就落一俏皮了。那是，哎，这扎根，这搁在左边，搁在左边。哦，这是两条哈。对对对对对，嗯，太好了。嗯，还有您这小帽帽。嗯，您这才俏皮呢，那错不了。嗯，球，球没有，那两饭盒得给。那您放心，一点儿都不耽误，作比成样可以。是是是，啊，看着我就悲从中来呀。啊，不是，您看这精神不精神？那错不了。啊，哎，穿什么样，咱都有一精气神儿。对吧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专业的演员他就是不一样。咱们练过。是是是，我练这干嘛呀？不是，就是行嘞，这一趟去啊，我许您的一样都不会少。那我就跟您说话了。哎哎，那错不了啊，这错不了，您放心。嗯，到那儿去之后呢，精神状态好一些。嗯啊，其他的活也不用您帮着干。不，您这说错了。怎么呢？您受这么大累，我们不得帮着您吗？哈哈，您要说这个就远了。您有什么呀？嗯，搬搬扛扛啊，小东西拿走，我们干。有的是干活的，有的是干活的 啊。不用您，不用您啊。不是，就是出殡那天呢，有点小玩意儿，啊，您帮着拿着点。您说什么东西都成。啊，那个老爷子挺爱的一个东西，什么别人拿回不放心。哦，也没多大，就几尺长。哎，这不行啊。哎，贵重的我们可拿不了。嗯，您要说老爷子生前喜欢一翡翠白菜，万一摔了赔不起。没有没有没有啊，就是挺可爱，挺可爱，你们小花楞棒啊，不贵重，扔在街上就没人要。花楞棒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么长一个棍儿、啊，头里有一个钩，钩上有飘带儿。这飘带上写着西方接引。嗯，还嗯呢还啊，像话吗？怎么了？说半天打翻是吗？啊，别啊了。哎，像话吗？哎，你别摘，你废话，我能不摘吗？不是，哦，打澳大利亚来找人，找儿子来了是吗？不是，你看打翻儿子干的，知道吗？钻石那么大，你废话。不是，还有黄金，你别坐，你少来这套。不是什么黄金的钻石。哎，啊，我给人当儿子去，我大老远坐着飞机接我给人当儿子去啊。啊，我跟你说，你那同行同业的看你们笑话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你本身就得罪人，你不能让我们这么得罪人，对吗？这叫什么话？我们家还有好些亲戚呢，我们父母健在，儿女也有。不是干嘛呀？你看你到最后人戳我脊梁骨，于谦去给人当儿子去，你有吗？干嘛呀？我们干这事儿，我们不差钱儿，对不对呀？你看这味儿，你要早说，我刚才我不给你费那个劲。你早说，我们还不干这事儿呢。其实人家说，不管是黄金呐，什么现金呐，给的钻石，按说给的是不少。你少我不，对不对？不在乎。老头跟那海边啊，趁十个轮船公司，跟我有关系吗？东南亚还有800亩橡胶林啊！我不要，知道吗？不要。私人飞机50多架，我不会开。好家伙，老头，哎，老头还有贴身大丫鬟50名。
全世界选美的冠军，老头都留在身边伺候自己。这帮丫鬟，好家伙，没有低一米八个的，大高个，大长腿，知道要多漂亮有多漂亮。有日本的，有法国的，有埃塞俄比亚的，有越南的，有美国的，东南亚也有。哎，我跟您这么说，瞧一眼，这鼻血刺刺的窜，知道吗？老头当年有遗嘱啊，谁要是打翻报罐，就这五十个丫鬟让你随便的挑，知道吗？你要愿意带走就带走，你要愿意在澳大利亚就在澳大利亚，给你房子，给你产业，跟这五十个丫鬟一块过日子，享不尽的人间富贵。咱甭说别的，你当个皇上也就如此了。你说我图什么许的呢？咱是好意，这里边没有我一毛钱的事情。哎呦，打刚才康熙康熙跟人说这些话，到现在落一这个，我跟谁说说？我告诉你，哎，您瞧，还是我穿着合适。真的，你说这孝带子也是哈。你瞧，系这么一圈正好。你瞧，帽子也合适。我寒了心了，知道吗？您家里边父母双全。哎呀，我跟您这么说啊，身外之物，身外之物，哥们儿兄弟笑话，那儿他们嫉妒，同行同业说闲话，让他们死去。您都不怕，怕什么呀？对吗？这事儿我挣钱了，我对你这钱挣不着啊？怎么挣不着啊？你打刚才大伙儿瞧见了啊？啊，说翻脸就翻脸，说乐就乐，嬉皮笑脸。到灵堂，大伙儿哭得跟泪人似的，你跟着嘎嘎嘎一乐，你连我都给搁在里头了。这你看又乐，你看不您不您不您不明白啊？我们演员啊，那叫逢场作戏。说哭就哭，说乐就乐，说急就急，说瞪眼就瞪眼，逢场作戏，跟您闹着玩呢。您要是真赶上那个，到那现场了，说哭我们还就能哭出来呢。真的假的呀？您以为我们干嘛的呀？那这比如说呀，啊，比如说这儿就是澳大利亚的灵堂了，比如说这儿就是了，这就是灵堂，来帮人搀着你，你就是那孝子，哇哇哭，你哭得出来吗？我到这儿就磕头，眼泪花就下来。这咱们这别挑战我，我演员我练过。我跟你说呀、啊，你真别瞎说，因为那个现场人也多，按老理儿办，和尚老道念经的乱七八糟的都有人，大伙儿同着人一瞧，你一害臊来不了，越热闹越好。就我知道老事儿办这事怎么意思，人多念经的啊，对，请和尚，对对，请老道，请僧道翻尼寺腾经，这是我明白。和老道都有人念经，都跟真事儿，跟我没关系，我到那儿就是哭去了，对吗？我到那儿，我这一进入状态，我谁都不知道，谁都不认识。只要到最后，您把那几饭盒，您到最后一给我，我就哭了，就完了呗。我多少有点不放心，真的。您干嘛不放心？您这不信任我是吧？这么多年了，要咱们这样好不好？啊，好比这儿就是澳大利亚了。刚才您不说了吗？这儿就灵堂。对，老头就跟这儿死了啊，停在这儿了。嗯，这儿一大帮人念经，嗯，然后有人搀着您在灵堂，您就泪如雨下。我就放声大哭，我一瞧罢了，嗯，是干这个的，行行不行？行，那咱们就上澳大利亚，那咱们现在就试试。还不行？怎么了？都知道老头啊绝户，哟，四个闺女没儿子，你这一来算哪出啊？那，哎，这就说老头啊，啊，外边有一菲律宾的二奶，好吧？我还是外宅生的，嗯，就是他了，啊，就是他，就是他，就是。行行不行？这咱们试试。那咱们叫几个帮忙的来，好不好？可以啊。来来来，列位念经的，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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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说这个咱们还抬什么杠？你们收拾收拾，来，来来来来来，帮我搭的这个，哎，这桌子也有东西，桌子也有东西，慢点慢点慢点。行了啊，各路的神仙都来了啊。您瞧我的吧，那错不了啊。哎，这是我们这个现场的大了啊，就我就认他。他是搀着孝子的。还有人搀着我。孝子一难过，他得搀着啊。得嘞，
哎，这后边这个是哪路神仙？那跟僵尸打架那怎么回事？就什么都有，对 对, 对，各种不受他们干扰，那错不了，我就听结果言。行，哎，行，我暂时我替他来这个这大作，好不好？啊，这念经念经这对，我来这大作。嗯，您这是大作，大作，哎，大作啊，我来这个啊。得嘞，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你爸爸呀，这个啊。啊。我爸爸也太卡通了吧，这个，这就是你爸爸，这怎么还作画了？我爸坐着死的，嗯，行，来，行吧，你爸还真软和，嗯，哎，你咋真软和？你不知道你现在什么身份？太好了啊！你老左顾他爸爸干嘛呀？可以，行，挺好啊。好，现在就是啊，到了澳大利亚了啊，哎。各路神仙都来了，给你们老爷子超度，像不像三分样，做比成个样，嗯，好吧，来吧，列位法师，哎，都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。于老师，哎，免痛接哀，来吧，茶凤扶着，哎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，别着急啊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。哪儿啊，我爸爸死了，谁过生日呢？这啊，不是，先试试嗓子，这是孝子，来吧，我这等着呢，先试试调门，来吧，刚才那可是胡来了啊，来，咱们正式开始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外国话，不行，我改英语了，你许个愿吧，又来，我老有这个，还是这套是吧？那个，你爸爸死在澳大利亚了，死了，懂英语啊？这不是按北京白事儿吗？念经。老长成就，这行了。镇济疆场，摘出千城上香设拜，看下海中巨扬声号，苦海滔滔孽自招，迷人不醒半分好。世人不把弥陀念，枉在世上走一遭。接的接的波儿，接的波儿僧，接的波儿僧，接的波儿僧，八爪嘿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头一天来到鬼呀嘛鬼门关，鬼呀嘛鬼门关，死去的这个亡魂呐，两眼的泪不干。我佛耶，如来耶，嘛咪嘛咪嘛咪哄哎哎。第二天来到王爷嘛望乡台，王爷嘛望乡台，死去的这个亡魂呐。我妈一块儿死的，这是。我刚听一点经的意思。丫头美，奈何美色，妹妹又这样强大美腿。找个美国妞儿空抱着脸色走了，你快点砸了美子金戈背后。我佛爷如来爷，妈咪妈咪哄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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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好朋友，快乐父子俩。这吊孝的孩子们，儿子的头大，手儿小，爸爸的头小，手儿很大，大手拉小手，走路不怕滑。爱我中华，爱我中华，爱我中华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如来耶，玛尼玛尼本来。谢谢。81岁的老寡妇，少兴没神儿，自想起了奴家好命苦，我这过了门子犯了白裙儿，死了那个当家人儿。过了门子92天儿，他没买个奴一对儿，难为他耐性儿，他是一个好脾气儿。花花耶，如来耶，玛尼玛尼红哎。太热闹了这。弥陀佛。老司机带带我，小妹年纪轻啊！老司机带带我，小妹年纪轻啊！我管你年纪轻不轻，多做一个肥油门。啊嘞嘞，啊嘞嘞，啊嘞啊嘞嘞，我活嘞，如来嘞，啊嘞啊嘞嘞。给我一片蓝天，一轮初升的太阳，给我一片绿草，绵延向远方，给我一个汉子，我用一个晚上，给我一把小皮鞭，叫我女王。如来耶，如来耶，哪里哪里都来。其实不想走，其实我想留，留下来。我爸爸可能死在这帮人手里了。小小老鼠，小小老鼠穿蓝衣，叽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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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脸猫，大脸猫爱吃鱼，喵咪咪，喵咪咪，喵咪咪。我佛耶，如来耶，玛尼玛尼红哎。别老这句了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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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当当当，我佛爷，如来爷，玛尼玛尼红哎，嘎嘎哦啦啦，如妈如妈妈，哦啦啦啦啦，我把耳朵哎，我佛爷，如来爷，玛尼玛尼红哎呀，小子手痛啊，爸爸。穿起来，快穿起来，穿起来，穿起来，穿起来！哎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太好了，咱们见姑奶奶去不了啊？怎么呢？老头还没死呢。